为什么要用我的账号来做代表啦？啊，这等等再看啊，我先去吃个东西。啊，算了，看完再吃。这是我吗？他妈二等来超久，我操他的，三等还不来？干你老师，我他妈要不是看你 ID 啊，妹子，ID 像妹子，早他妈泡歪你了。可是这场我是玩 jungle 啊，什么意思？看一下，嘉文。哦，我懂了啦，大概是有插眼，然后他不来啊，大概懂。我操你的智障李欣！干你老师，只会 serve 就他妈乖乖去 serve，你的实力就是他妈 serve 的货色。所以呢？所以呢？9分钟五等，不用骂吗？好啦，随便啦。我看一下，弗拉迪米尔，操，下路死爽了没？真他妈的，说 LL 女生都白痴，我看这句无。哎呦，哎呦，这场我怎么有印象啊？这场我怎么有印象？我忘了啊，反正大概是一个02，大概一个是04吧，反正被杀到歪头啊，不意外啊。好啦，贴三个范例，然后呢？只是部分回报的佐证。该名召唤师在被永久停权、被举报次数总共累计高达345次，辱骂内容也明显违反运动家精神。此种案例的案例将会永久进行停权。然后呢？实况风起，这是我们最近才加入的项目，而讨论决定加入时项目形式。我们是否需要对实况内容及社群制作进行负责？游戏本身提供召唤师，一个片，但当召唤师成为一名实况成为一名工人，我在公开场合下应该对其发言行为负起责任。不良的行为可能遭到模仿或以上两，然后最重可以处以永久停权。以下有个知名的例子，该名召唤师有过极为不良的示范，所以我就跟你说了。你他妈的，你要这样子，我不反对，我真的不反对啊，我真的不反对啊。就说他说要针对实况组的话，我不反对啊。你他妈的就直接说你针对我就好了，不要他妈什么什么对事不对人，他妈的垃圾，就贴三个附件，这样子永久严重辱骂，哪里严重辱骂？哪一句辱骂？他妈二等来超久，我操他的！三等还不来干你老师，我他妈不是看你 ID 下面找他妈泡歪你了，严重辱骂，哪一句话叫严重辱骂？干你老师吗？干你祖宗十八代啊，各位呐，这才叫严重辱骂啦！还有哪一个？图片二，我操你的智障李欣！干你老师，只会说我乖乖，你的声音就说怎样？智障李欣不行，操，智障李欣不行，干你么啊！一声，这才叫严重辱骂，王八蛋呐、啊！严重辱骂。还有什么？操，下路死爽了没？真他妈的，所有女生都白痴。我看这句无误，严重辱骂，哪一句严重辱骂？操你的，给我哪员工会来？Ready 来讲啊，哪一句严重辱骂？王八蛋，干！不对，不对，我刚刚才看到。他说：“严重辱骂、性骚扰与性别歧视，性骚扰，看你 ID 像妹子，性骚扰，哪一句性骚扰？这个应该没有啦，这应该没有。看一下，性骚扰，这应该是性别歧视啊。”看你 ID 像妹子。性骚扰，好啦，受不了。哦，几点？现在啊，我看看，受不了，今天又一直输啊。哦，这大那练不起来啊，一直，他妈的，这有够不爽的。他妈，我就说实况风气没关系啊，
哪一句话啊？白痴、智障、低能，哪一个不能讲啊？我跟你讲，以后我在哪个时光看到你，你他妈的，你就叫那个 TPA、TPS 开时光的时候，嘴巴给我闭紧一点呐、啊！他妈别被我听到他们骂那几个字啊！操你的，要死一起死啊！干 ！I will be heard. Let's be friends forever.Follow no false light. Welcome to Summoner's Rift. 我你就说哪一句不能讲嘛？白痴、智障还是低能还是什么？你哪一句不能讲？你讲嘛，还是都不能讲？我跟你讲，以后我就每天都去坐在那边吃光，你就叫他们嘴巴闭紧一点呐、啊。什么华裔的，都是你叫他们闭紧一点啊，什么狙选叫他们闭紧一点啊，哪一根脚看你锁不锁啊？操你的王八蛋！我在失望讲什么，关你屁事啊 ！Dusk approaches. 30 seconds until minions spawn. 你他妈营运游戏就好，营运游戏就好，营运游戏关你屁事！管太多、哦，住海边呢、欸。